鹿狗吃上这个肉啊，非常非常的舒服，吃吧，这味儿当当的好。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做的是羊肉粉丝汤，来用心做好菜，吃出健康来。看一下这块肉啊，我们今天不说非得说是哪儿的肉啊，来给个特写看啊，这个组织，再看这面啊，瘦筋膜，筋膜夹成筋膜，越多越好。选这样的肉做啥呢？做咱们这个叫羊肉粉丝汤。羊肉这都怎么选了？买回来还要这样，用清水泡上啊，把这个骨棒打断，这面颠一下，这面颠一下，看一下啊。嚯！怎么能这么打裂呢？新鲜，好了，这样啊，同时泡上，泡多长时间呢？1小时啊，放到这儿。接下来呢，看一下我们的用料，葱姜就是增香增美味儿，白芷去膻味儿，这个是叫白胡椒粒儿，除异味儿增美味儿，关键是开口。说什么叫开口啊？啊，就是喝完这口想喝那口，喝得非常舒服。所以呢，这个配料不是乱配的。比如说，里面放上两朵大料瓣，这个菜基本上就炸锅了。香味儿把这个羊肉的鲜味儿给遮盖住了，从而呢吃不出这个羊肉到底有多鲜多香啊。所以我们这个用这个调料千万注意，不能乱用。看看啊，泡完什么样，不像一小时前那么新鲜啊，通红的，现在发白了。先把这个骨刀下到这个砂锅里啊，没有砂锅就搁着铁勺也行。肉呢简单的洗一洗，放到砂锅里，把这个白芷白胡椒放到盒里啊，用水稍微冲洗一下就可以，去去灰尘。好了，朋友们看一下啊，要开锅，这么撇一撇沫，哎就可以。现在呢，这个汤已经比较清了，看看，哎。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葱姜下锅，朋友们来看啊，现在开锅是敞盖啊，3分钟了，大致呢需要1小时左右啊，肉呢能熟的差不多，最好呢让达到酥烂，要是酥烂呢应该是1小时20分左右吧，并且呢开锅始终让它这个起火开锅啊，一会儿咱们再见。朋友们看一下啊，始终就这么开着，这水现在靠下去能有1斤水啊，始终这么靠靠着啊，看看这个颜色，奶汤色啊，不是很浓啊，这样就可以了，熟的程度也可以了啊，看这一穿能拿起来啊，这稍稍这么一转，哎就下去了，这就可以了。羊肉拿出来放到这个位置上啊，待用，凉一凉。锅里呢加上羊肉的原汤，把葱姜捞出去，这个骨头啊在这个砂锅里放着就可以啊，看一下这个里面再加上水接着熬，太可以喝羊汤啊。现在看一下，这种呢叫粉条，这种叫粉丝，咱们喜欢这个啊，放这个粉条，这粉条呢中间啊用刀呢或者剪刀啊处理一下都可以断开啊，我这直接就这么样处理一下就行。开锅了，看啊，铲锅煮萝卜丝儿，
味道好。把盐、味精下锅啊，这样呢，开锅两分钟。羊肉呢，煮的时候千万别放盐，直接把它往汤里一放，吃的羊肉特殊的鲜。切成大片儿，肉片的厚度呢是4毫米厚，入口吃上这个肉啊，非常非常的舒服。哎，这就切好了。看一下这面，看一下这面啊，开锅了，时间不要长，就是两分钟。吃的萝卜呢，既柔软还脆。把这粉条、萝卜这样放到碗里啊。现在我们再尝一下这个咸淡口怎么样。这个口呢偏轻一点啊，再加上一点盐，少来一点味精啊，再加上点胡椒粉，哎，把这肉啊往上面一放，这个肉稍微少点，再来两片，吃的要过瘾，过瘾啊，还香啊，这种非常香。香菜、香葱啊，放到最上面，开了锅，把这汤往上一倒，哎，吃吧，这味儿当当的好。在家还可以说加点香油也可以啊，来个大油饼、葱花饼、馒头、花卷、米饭，最好是烧饼的一类啊，这些个主食啊。来，朋友们，咱看一下啊，这个汤呢都调好了。愿意放点辣椒油可以放上点，我这就不用放啊，有愿意吃那个的可以放一放。这个汤呢上面一定要记住，不别让它飘油啊，油必须给它打出去。这个汤呢在这个锅里啊，要放一半是原汤，另一半呢是清水，开水，白开水加进去，这样呢喝汤你会多喝点，不然的话你喝个3口5口就喝不下去了。为什么？这个汤啊本身就是肉香味非常浓，羊肉的蛋白质啊都溶解这个汤里了。这一碗汤喝完了就腻了，腻了不行了就没法喝了，这个时候你才知道汤太浓了啊。下面这粉条和萝卜必须入口呢一吃了有味道，什么味道？第一口就有盐的滋味，盐是百味之主，在锅里炖制那么两分钟味就进去了。如果说你把这个粉条萝卜打一下水泡啊，然后放到碗里也可以啊，但这个味儿啊入的不够足。来吃上一口，可以的，特别这个肉啊，来一口，软糯鲜香。今天这个菜呢咱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有什么需要呢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，谢谢诸位观看。